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08页，第三行。课题：断烦恼。经文只有一句：拔诸勤苦生死根本。前面第一段是学法门，这第二段断烦恼。第三段成佛道，第四段度众生，四弘誓愿。学法门里面有一句话最重要：如法修行。说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这是说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，出家做比丘，在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前面发的誓愿，慈悲心特重，心量特大，真的四弘誓愿第一愿他做到了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度人一定先度自己。经教里佛说，自己未度，要想度人无有是处，没这个道理。那么要自度，先要学看破，然后才能放下。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怎么才能看破呢？要学经教。经教帮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真相明白之后，才知道应该怎么做法。这个问题在今天说他做哲学问题、科学问题，所以整个佛法说的什么，诸佛如来、释迦如来说的什么，我们把它总结，不外乎五门：对初学，佛跟他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，小乘经典里面说的最多；大乘教里面讲哲学、讲科学，要说明宇宙人生真相，说明宇宙怎么来的，宗教里面说宇宙是神造的，佛教不是。佛教告诉我们，宇宙是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从这来的。所以经论当中常讲，无明不觉
生三息，境界为缘长六处。中国道家讲宇宙的缘起，他讲太极，太极无有形象，真有这个东西，叫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。说的也很有道理。毕竟大乘经教对这个问题讲得透彻，讲得详细，代表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我们曾经学过，贤首过世，可是学习华严的论文修华严奥旨，望经还原观这一篇东西，现在的博士论文，你看看，那么大的一部华严经，他用最少的文字，一共只有六段，就把宇宙人生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这是真正的学问。从哪里来的？宇宙有个本体，哲学讲本体论，但是哲学里面提出这个本体，本体没讲清楚。在探讨这个本体，说法很多，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。是他自己见解。佛法是真正找到了。佛是怎么找到的？有内功。现在科学说本能，人古人有一种本能，他能见到一般人见不到的东西，他能摸着一般人摸不到的东西，这个东西佛教他做自信，叫他做发现，叫他做真如，叫他做法身、法界，还有名词几十种之多，全是说一桩事情。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名相？那个用意就是叫你不要着相。怎么说都行，别着相，着相全错了，不着相全对了。佛法的深妙就在这个地方，决定不能执着，念佛法都不可以执着，不执着是真佛法，执着了就是假的。马上就变质。为什么呢？你着相了，你起心动念了。今天这个地方讲断烦恼，烦恼确实是生死根本，烦恼是因，生死是果。你来投生是烦恼来，你死亡也是烦恼去的，你永远离不开烦恼。如果你离开烦恼了，生死就没有了。生死不是人的。
这些要很细心去观察，很细心去体会啊，佛经里头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啊，字字句句都从真性里头流出来的。学佛难，真的，这个世间找不到几个人学佛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佛法，中国古圣先贤的法，怎样才能够听得进去？就听得懂，怎样才能看得懂？要没有心，没有妄心才行。为什么？佛圣他们的言语，他们的文字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，不是从阿赖耶识啊。我们用妄心呢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妄心，这个跟佛跟圣不相应。所以你用阿赖耶识去认识佛法，那就全错了。把佛法当作一种常识来研究了，知识来研究了。佛法里头没有知识，但现在人所说的佛法有智慧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不能解决。今天人心坏了，世界乱了，有知识的人很多，他们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见过的很多，啊，只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太少了。佛菩萨有智慧，应该说学佛的人有智慧。学佛要用真心的，不能用妄心的。啊，大乘经教一开头就教你发菩提心。菩提心一发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菩提心的体是真诚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教给我们，啊，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。真诚到基础啊！啊，菩提心的用，就是至诚心起作用。作用有两种，一个叫自受用，一个叫他受用。啊，自受用啊，叫身心。古德注解上给我们说的。什么叫身心？身心是好善好德，关键在那个好，真正爱好啊，好善好德啊，他受用是真诚心待别人，是个什么样子？是大慈大悲啊，大慈大悲就是大爱。爱为什么称为慈悲呢？因为世间爱里头有情执，
所以佛不讲爱，佛讲慈悲。慈悲是从理性为基础发出来的。世间人这个爱啊，是情之里头发生的，那个情的根没有断。啊，情是迷惑，是染污，这个点没断。所以佛不讲爱，讲慈悲。啊，慈悲跟爱在表现上完全相同，根源上不一样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也就是慈悲是从真诚心为基础，真诚心里流出来的。啊，世间人这个爱是从他的情执的，啊，父子兄弟的情执作为基础，这个不相同的。啊，表现可能是一样的，那个根源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菩提心了不起，菩提心真实，那个爱是真的爱呀，不是假的。世间人那个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它会变的。啊，我们看男女相爱，啊，相爱就结婚了，结婚没几天又闹离婚了。两个分手了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菩萨爱是真的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对提婆达多，啊，学佛对于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义，要观察仔细，要了解。要向他老人家学习，他的一生呢，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挫折重重啊，提婆达多就是最大的冤家对头，偏偏又是堂兄弟。啊，提婆达多嫉妒的心非常严重，他自己本身也非常聪明。啊，他对于这个堂兄啊，他们兄弟八个堂兄弟，释迦牟尼佛是大哥，他对大哥不服气，认为自己超过他。啊，他出家了，也是以他大哥为老师，但是出家之后搞小团体，闹分裂。哎，他想把释迦牟尼佛推翻，自己做佛，有这么大的野心。啊，不但有这个心，他有行为啊，他真的障碍。啊，他也讲经说法了，毁谤佛法，让人听他的。啊，触佛身学的典故从他来的，因为造的罪业太重了，真是老天爷惩罚他。啊，让大家看到了，这个大地裂开了，他堕下去了，堕地狱了。啊，那么佛是用什么心对待他？佛是用对待自己的心对待他，没有一丝毫怨恨，没有丝毫报复。啊，真正爱他，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，希望他在地狱少受一点苦。
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提婆达多堕阿鼻地狱，在阿鼻地狱里的生活像在逃离天一样，确实是在地狱，但是他的生活像逃离天一样享受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成就了佛陀，忍辱波罗蜜，成就了佛陀无尽的慈悲。这慈悲从哪看？就从这桩事情看，让大家对佛的时候尊重敬仰，那个心达到极点，等于说提婆达多表演让众生看到释迦牟尼佛没有一点点怨恨心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他用清净心对待，用平等心对待，决定没有迷惑，决定不生烦恼。啊，烦恼就是七情五欲，佛没有。啊，实际上就像舞台表演一样，提婆达多表演一个丑角，表演一个坏人，做得很像，很逼真。这台戏唱得好圆满。你要把这个的通通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会哈哈一笑啊！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人生就是一台戏啊！佛给我们表演正面，魔王波旬给我们表演的是负面的，都唱的好角色。波旬也是菩萨化身呐，也不是凡人呐。啊，他从负面显示你的心德。啊，世尊是从正面显示，他从负面显示，让你凡正两面都看到。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你就晓得要怎样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那就是依教奉行。啊，佛所教给我们，我们的真干呐。啊，佛法之难，难在哪里？没有真干的人。那么真干的人到哪里去找？找自己，别找别人。找别人你会大失所望，你找自己就对了。啊，不求别人，自己成就了慢慢影响别人，影响不要有影响的心，存一个影响的心错了，你还有妄念，你还有染物啊，这个影响是自然的。经上常讲法而入世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是纯真你才能影响人。我想影响人，这个心就错了，你就影响不了人。你还有个妄念在里头。那个妄念是假的。啊，这一点点假把你的真全破坏了。那么今天讲断烦恼，从哪里断起？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我也是提出的问题，从哪里入门呢？
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佛，接触佛法才一个多月，还不到两个月。啊，我的佛法是方东梅先生传给我的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他为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啊，上课是在家里上的，学生就我一个，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。上午9:30到11:30，啊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门，啊，从哲学入门，啊，所以不是从宗教入门。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老师告诉我，这话很中听的，很动人的。啊，我就这样入门了。啊，但是要追求啊。这哲学最高峰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那有这个书生的缘分。啊，老师给我讲这个课程大概两三个月，我就有机会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接受他老人家指导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第一天见面，第一句话提的问题，就是佛法这么好，没想到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？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契入境界，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那个时候年轻的，我记得我26岁，我的问题提出来，大师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对看了半个多钟点，一句话没有，整个房间非常清静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啊，半个多小时之后，他说了一个有，我在等他开始，他说有，我们的心就动了，啊，振奋起来了，他不说。停了6-7分钟，我们又静下来了，他就告诉我，看得破放得下。他说话的声音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说。这个很深的印象，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。十几年之后，我才想起来，这个教学法高明。他为什么不说？很容易的两句话，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？啊，二是什么呢？年轻人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听东西，所以这边进去，那边出去了。
啊，一定要等到你浮躁的这个心念完全平定下来，他才跟你讲。我跟大师三年，也是每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他有时间，他给我两个小时。如果有客人多的话，至少会给我一个小时。对我非常爱护啊。啊，每个星期一定要去，不去，他会打电话给我，叫他的副官打电话给我，为什么没有来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很关怀，搞得我不好意思，不能不去。但用这种方法逼着我去。啊，所以我学佛的基础完全是他奠定的。啊，最重要的心地清净真诚，具足恭敬信心，你才能得到东西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呢？现在人就真的心浮气躁啊。我这个心浮气躁比一般人还好一点呢，他都要这样子训练我。啊，那么现在这种人找不到啊，我这一生没遇到过。啊，头脑清楚冷静的人，啊，具足诚信，应足常舍，一分诚信得一分收获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受用，没有诚信，佛菩萨来教得不到。啊，看破就是了解事实真相。真相明白之后，你自然放下了。啊，那真相是什么相呢？还原观上讲得很好。这华严经上说，华严经的精华，贤首过世为我们提炼出来，这是真正之宝啊！啊，从一体，这一体真的，一直到今天，全世界哲学家没搞清楚，所以哲学不能向上提升。啊，这个体找不到啊！啊，假立个名称，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这一句七个字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20个字，可以说就是这一句的解释。啊，自性，这后头5个字。清净圆明体啊，你看六祖能大师的解释，第一句说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了。这是体，体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那是圆呢、啊，圆满，那没有欠缺啊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具足这些，具足如来智慧，
具足如来等能，具足如来相好，统统具足啊。这原的意思啊。第四句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真心不动。妄心是动的，真心不动。啊，妄心是迷，真心是觉，觉就是明，放光啊，普照法界。啊，末后一句能生万法。那么万法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谁能够看出来？诸佛如来看出来了，化身大士看到了，化身大士以下没看到，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啊，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哲学所追求的本体，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把它说出来。尤其像贤首过思这种人，啊，整个宇宙就他从他来的，他不生不灭，他是真的，他没有现象，所以说他空，叫他做真空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物质现象。没有物质现象，我们的五根圆不到。你看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是物质。物质的圆到物质，它不是物质，圆不到了。啊，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不是精神现象。精神现象是见闻觉知，这是在觉的状态之下称见闻觉知。迷了呢，就不叫见闻觉知了，迷了叫受想行识。受想行识四个字染污，见闻觉知四个字清净，染污了啊，统统圆不到啊！啊，所以心想不到它，事上眼耳鼻舌身圆不到它，它真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啊，所以叫他做真空啊，真空不空啊。他真有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他没有现象。啊，非物质，非精神，也非自然。啊，真存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啊，就是圆不到。啊，他遇到缘了，他能现一切法。这遇到缘呢，就其二用。你看，从一体其二用。这个二用呢，第一个依报出现了，第二个正报出现了，依正庄严，这两种作用。啊，依报是什么呢？法界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，
一真庄严，都从它变现出来的，从这个体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体能现，能生。啊，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要珍宝啊！除自己之外，都叫做依宝啊！所以这个地方的珍宝，不能当看作有情众生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自己。一切有情众生是我们依报里头的有情，物质环境是依报里面的这个无情的众生啊，情与无情啊，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，这无情众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这句话不好懂啊！啊，一切有情众生同源种植是成佛啊，能讲得通啊，他有情识啊。啊，他有佛性呢、啊。凡是有佛性的，皆当作佛。这大乘教上讲的。啊，因为有情，在我们的境界里头，不处于六道轮回。啊，他造的罪业重，多个身变成蚂蚁。变成蚊虫，甚至于更小的变成细菌，那都是有生命的，很小肉眼看不见，放在高倍显微镜里头看见了。啊，我在台湾治牙周病，以前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牙周病，听人家说不晓得什么叫牙周病。啊，刘医生从我牙齿牙根那个地方，我看到有一条黑黑的，那很脏，那个脏东西，他用针挑了一点，啊，这个黑的东西，脏东西挑了一点，放在玻璃片上，把它放在显微镜底下。啊，显微镜跟电视接成一条线，让我在电视荧幕上看这个画片，看到什么呢？像粪坑的蛆一样，都在动，密密麻麻。我说这什么东西啊？他告诉我，这就是你刚才牙齿下来了。我说你这放大多少倍呀？3600倍。看到了，下去去去了。哦，这个才知道，吓到了，这么严重。就是这些细菌就把你牙根呢咬坏了，吃掉了。对，我才懂得什么叫牙周。就是刷牙，不是刷上面，也不是刷上面，最重要就是沟。哎，那个脏东西把它刷干净就对了。你看到了沟黑黑的，那就叫牙周病。我才懂得了，肉眼根本看不见呢、啊，放在显微镜下的时候，就像那粪坑蛆一样啊，啊，满的、啊、
没有空缺的。他告诉我太严重了。他说你这个牙周病应该十年前就要治了。他说你幸亏讲经佛菩萨保佑你，要不然你牙齿全完了。那么这个呢，讲的呢就是念力了。我们没有想到，所以他没有产生严重。我们天天想到佛，没有想到病。如果想到病啊，那牙齿就会掉光了。所以念力的关系不可思议。念力对于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一个人心情好，心地善良，没有恶念，他纵然有病不严重，没事情。如果天天想到病，天天想到我的病怎么治，这个病会越来越严重。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相由心生。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智行一处无私不办，这都是佛说的，这话非常重要啊！所以不要念病啊，身体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随他去吧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你什么事都没有。你念病好，念病坏，对于病，等于说，都给他营养，让这个病不断在发展。你根本不去想他，不给他营养，那个病就死掉了，自然没有了，不是奇迹。这佛经上有道理，哪里是奇迹？你得别理他。不要把它当回事情，身体有很好，有一天念一天佛，哪一天没有了阿弥陀佛就接我走了，你看这多自在呀！一切交给阿弥陀佛，自己不闻不问。我活一天，读经一教奉行，快乐无比呀！那么你自然健康长寿。我也没有求健康长寿。张家大师教我，那个时候我在台中学楞严经。大师跟我说，将此身心奉承茶，实则名为报方恩，一切交给佛照顾你。一生都得到佛的照顾，自己专心修学，专心弘法。对于自己其他的，不要动一个念头。佛照顾，这个好，我听得很开心。那我不就没事了吗？我就正发这个心。就非常感激老师。教我这个办方法了，真的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享受到了。就是什么心都不要操，什么念头都不要有。不要为自己去打算，不要为自己去经营。环境，顺境好，逆境也好。没有一样不好，为什么佛安排的还能不好吗？顺境里面不起贪念，逆境里头不生怨恨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
这就是用真心，用菩提心的。菩提心发了之后，就是生活，就是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用这个心。啊，一切境缘佛菩萨安排，多自在呀！啊，修行在哪里？就在生活上。离开生活，修什么行？啊，老师教我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。啊，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清净心现前，不分别了，平等心现前，不迷惑了，觉心现前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，心净则佛土净，跟极乐世界才产生感应呢。啊，染污的心不感应，分别心不感应，迷惑的心不感应，谁能把不感应的东西放下？放下的真正的弥陀弟子，没有放下假的。啊，假心假意念佛怎么能往生？啊，我在台中李老师常说，啊，他不说别人，说我们连是自己的连友。一万人的念佛人，真正往生呢，只有三五个。老师在的那个时候，现在差不多40年了。现在大概是一万人念佛的人呢，往生只有1-2个。那个时候还有三五个。唐朝时代，我们净宗祖师善导大师所说的念佛人，万修万人去。那个时代，到今天，10000个人修，只有1-2个人去。什么原因？没有用真心，全用的是妄心啊，没有放下，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，不能往生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真相，像还原观人所说的，体是空寂的，了不可得；相呢，像是幻有，像是生灭的，像是无常的，根本就得不到。啊，《大般若经》，我看了一遍，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说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世尊当年在世讲了22年，就说这桩事情。
啊，这一桩事情真难。我们虽然得出这个结论，这时候我还在台湾求学的时候，是没错，没有说错，可是真正的真实境界我们没有真的不知道，所以纵然得出这个结论，能结不能行呢？啊，但是这些事情总是摆在心上，禅宗叫疑情，不是怀疑，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啊，没得到证据。直到最近这三四年，这问题澄清了，解决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怎么解决呢？看到现代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，对我们有帮助吧？啊，这些量子力学家真的也很聪明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很厉害啊，他能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。那佛经上的物质现象，一句话四个字说破了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相就是物质现象啊，还包括精神现象，主要是物质现象，皆是虚妄啊，不是真的，我们看的全真的，怎么是虚妄的啊？这些量子力学家里头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分析的方法。佛经上是举的比喻，是牛毛尘啊，牛毛比较粗啊，一根牛毛，顶尖上有一粒尘土，那我们知道彼此都有吸引力，它在这个毛端上它不会掉下来啊，倒过来它也不会掉下来啊，它也地心吸力，它也吸力啊，彼此相吸，就很小了。把这一粒小尘把它分为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尘再分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越分越细啊，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了，叫极微之微啊，极微之微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就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佛经上有这种说法，科学家使用这方法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80年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科学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。啊，第二次大战4年半，最后是用原子弹结束的。那么这个80年当中，科学进步可以说突飞猛进。为什么呢？机器越来越精密，这仪器观察仪器啊，实验的器材越来越进步啊，能够帮助他把原子打破，
看看什么东西。原子也一分一个的分裂开之后，哦，看到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。啊，这个都是很小的东西，肉眼看不见的。佛经上所说的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，在我们想着微尘可能就是原子。那么原子再分的时候变成粒子，啊，粒子有五六十种之多，啊，粒子再分析就变成夸克，啊，也有很多种。那么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佛经上讲的色聚即为，啊，它是色法，色聚集在一起的，很微细的，啊，最后的是分到是即为之为，色聚即为再打破的时候就即为之为，即为之为就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。啊，那么科学家把极微之微找到了。啊，极微之微，佛经上讲，八地菩萨才能看到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在特殊高倍的这个显微镜之下看见了，把它打破，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。啊，那就是佛经讲的极微之微。再分就没有了，物质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所以科学家恍然大悟，物质从哪来？物质从念头生的，这不就是佛经讲的吗？相由心生，啊，色由心生，不就是证明了吗？费这么大力气干呢？佛三千年前佛早就讲过了，这让我们对佛五体投地。啊，佛怎么知道的？这科学尖端科学，但是念头从哪里来的呢？科学家看到了，念头有生命，啊，生命他说没有理由，突然蹦出来，立刻就没有了。那这个现象，《楞严经》上说了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我们对这些话呢，才有个清楚的概念。啊，以前很模糊啊，读《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深般若波罗，着力了个深字。那是很深的禅定啊，禅定生慧呀，慧就马上就了解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甚深禅定的生的智慧啊，把宇宙的缘起看到了，啊，所以贤首过世的还原观要没有现代科学的一个来解释，很难懂。啊，以前我们有五蕴皆空，搞不清楚啊。啊，古人的解释都很模糊，我们都认为啊，用身来解释。啊，受相行识，色受相行识，色是我们的身体，色身物质现象。啊，受是感受。有苦乐有喜时的感受，啊，想是思想，想前想后，想过去想未来，这是想。行，这个念头继续不断，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是行。啊，识是这一些所有现象的本体。这个讲法几个人能听懂呢？那我们除了这个讲法没得讲了，这一样画葫芦啊！啊，直到近代量子力学报告的时候，
我们才真正把它搞清楚了。那无蕴皆空是说什么？是说宇宙万有那个一念不觉出来的最微细的东西，最原始的，物质现象跟意念的现象啊，那么科学家称这个最小的物质，我们佛经上说极微之微，他们的名词叫微中子啊。微中子有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啊，聚集起来100亿个，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阿罗汉看不见。这么小啊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在我们面前的，我们决定没有感觉，他就在面前，就没有感觉。为什么？太快了啊！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上读到，佛藏经啊，不是大藏经，大藏经有一部小经叫佛藏经，好像是在大集经里说的，里面我们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实也。佛提出这个问题啊，心有所念，一个人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？有多少相？相是物质现象。有多少实？实是意念头的现象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啊！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形皆有实啊！每一个形里头都有实。那就是受想行识，这个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。所以科学家承认近代400年的科学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，造成今天的混乱。这个错误方向是什么呢？就是二分法，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分为两分，物理心理，叫物理学跟心理学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心跟物不能分，它是一，相由心生嘛，境随心转嘛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那只要是物质好的，换一句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不是死东西。啊，只要是物质，都有受想行识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
水是物质啊，试验出来，他做了十几年了，水会看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，那试验几十万次，真正证明了，他在联合国做了好几次报告。啊，现在世界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承认，啊，我们在台湾高雄，刘医生搞了一个实验室，也在做实验。做得很成功，成绩我觉得不输给东京的江本啊，他们用的这个仪器比他高啊，江本博士的显微镜是250倍啊，他们现在有显微镜的时候比的倍数高很多啊，做出的效果我看到了，很好啊，其实物质，什么物质？不但是水，泥沙啊，只要是物质现象啊，我们身上这个汗毛，这都是物质，通通都有色受想行识。这一下子我们才把五蕴搞清楚了，无蕴皆空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就是量子力学家讲的啊，这个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完全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啊。这个波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，这个里面有精神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就是摩那识啊，有物质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才念头才搞出来了，以前想不通啊，这科学帮了大忙啊。啊，科学家现在承认佛学了不起啊，现在他们怀疑怎么师父怎么知道的啊，所以就想应该人有一种本能，古人有本能，现在人把本能失掉了，这个话说得很正确啊。本能是什么？定慧，人心清净，因为在定中啊，空间时间都不存在啊，无量界前就在面前，无量界后也在面前，他没有时间，所以他能看到宇宙的开端啊，怎么来的，再说出来了。所以佛经高等国学，高等哲学，这一点都不错啊。我们从哲学，从科学入佛法，一点迷信都没有啊。美国有个修兰博士，他用意念为人治病啊，治好了几千人呢，不要用药，不要打针呢，完全用念头啊。他到我这儿来过，我们怎么不相信他，还去找医生？为什么不知道用意念？这原因是什么呢？信心不足。信心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对他了解不够透彻，
就道理了解不够透，如果真正了解透彻，信心去做，病自己可以治，还可以帮别人治。啊，他到我们摄影棚的餐馆，告诉大家，这个桌子，他会看，会听，会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地板也会听，墙壁、天花板，没有一个物质现象，他不会看，不会听，不懂人的意思，没一个，多可怕！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他不到三尺啊，三尺太远了。你起心动念的，没有一个物质不知道啊。啊，法身没有相，法身变一切法，那法身是什么？所有一切现象就叫法身。啊，是我们迷呀，见不到啊！啊，一切现象是生灭法。为什么是生灭法？它有阿赖耶在里头。阿赖耶不能生，也不能现，但是它能变。阿赖耶跟自性一合起来了，这个物质现象就会变，就产生变化。如果阿赖耶所现所生的这个现象没有阿赖耶的话，啊，自性所生所现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就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没有阿赖耶。为什么通通转识成智了？所以他没有阿赖耶，他永远不变，寿命无量，色相不变，年年年轻，他不老，我说他不变。这个道理我们才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搞清楚搞明白要落实啊，要儒教修行呢，这个话太重要了。儒教修行，首先相信自己，要努力再去读大乘经。所以这个经呢，要专搞一门，不能搞太多。搞太多，你搞杂了，搞乱了。啊，我在台中的时候。没有出家之前，跟老师学了15个月，台中住15个月，学会13部经。啊，那时候都是小部经，13部我都能讲，还讲得不错。啊，所以我一出家，白胜法师就请我教佛学院，三藏学院。啊，学生3年毕业，6个学期，我一个星期讲一部经，教学生一部经，把他们教毕业了，我所学的只用了一半，还有7种没用上。我那个时候就很感慨呀，佛学院学不到东西，李老师那个为什么学那么快，一个月学一部，士气高昂啊。真欢喜啊，为什么有成就感呢？一个月学会一部啊，佛学院念上1年，好多个课程一样都不精，完全学一些皮毛常识，不如一门深入。李老师教我们只准学一部，学2部不教你，一样一样学，一样学会了再教一样。那个会的标准是上台讲给他听啊，他在台下听，听了满意，你没讲错啊，讲的好不好另外那别另当别论，无所谓，不能把东西讲错了。
啊，这是他严格要求的。啊，我参加他的进修班，我是最后去的。他们学习的次序是按这个顺序的，我摆在最后。摆在最后，恐怕等两年以后才能够轮流到我，所以我没轮到我，我就出家了。啊，我在旁边听啊，老师教的一次教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坐他面前，跟他面对面坐，那我们坐在旁边就旁听的。啊，我坐在最后。啊，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好。啊，听老师所讲，几乎全部能记得。啊，我要上台佛讲，至少能讲到95%，有这样的程度。啊，理解力还行，有这两个特长。所以我听老师教的，我全学会了，他们没学会。啊，他们上台去讲经的时候，有难题来找我。啊，我无形当中变成助教了。啊，教了一年佛学院，我觉得不行，底子还不够。啊，要去学一部大经。所以在灵济寺住了一年，向老和尚白胜法师告假，啊，到台中就学一部大经，就学了一年，啊，每个星期三老师讲一遍，我星期四复讲，啊，他讲了一遍，我也讲一遍完整的，啊，我的复讲听众六个人，连我一共七个。我们七个同学，啊，每一个星期来复习老师的《楞严经》。啊，第一天星期三讲，第二天我们复习，在台中联社小教室，这就有把握了。啊，所以以后我在台北，在其他地方，再包括香港。我楞严经讲了七遍，啊，这个才有信心呢。不是这样学出来，没信心。啊，老师教东西，着重开智慧，着重戒定慧。啊，他对我完全用这个方法指导。啊，听经的时候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注，这是持戒。啊，不准写笔记，写笔记分心。啊，所以老师的教学，因人施教。啊，进修班20多个人，老师对待大家方法态度不一样，这是我看出来的。他完全是中国传统私塾教学法，啊，就是个别教授，啊，大家都在一起个别教授，啊，对我的要求就是专注。啊，专注，这里头就有界定。啊，叫你自己有悟处。啊，那么他对周嘉玲，这是我的老同学。啊，跟我的完全相反。啊，周嘉玲写笔记，几乎速记，每一句都记下来。啊，他上台讲经，拿到他的笔记，有地方漏掉了，对不起，这段呢，我们没记下来。
他就这样说法，啊，也非常可爱，啊，就真叫照本宣科，啊，把老师，所以他有完整的笔记，我没有，我在台中十年，啊，一本很薄的笔记本写了三分之一，后头还空下了。我出家的时候，啊，大概老师告诉同学们，啊，那是台中联社成十年了，啊，他说我们在十年，你们跟到我，你们什么都没学会，学会的人走了，啊，大家就会想到我了。学会的人走了，所以一年之后我再回到台中。去学大部经，本来想学法华，老师正好讲楞严，告诉我你就学楞严好了。啊，你要学法华，我得另外找时间，实在找不出时间，你就跟着学好，我就换了。这同学来找我，啊，老师说你学的，你就走了，那就是你一个，你到底老师传你什么？我说老师没有传我什么，老师上课大家都在一起。我说不同的一点呢，可能是我觉得缘分太难得了，太稀有了，我专注，你们住在台中不在乎，今年不会还有明年，明年不会还有后年，你们有个依赖，我没得依赖啊，我每一天都看得很宝贵啊，啊，这个心态可能是这个啊，所以他来问呢，问我说我画了三个图表啊，画了三张图，我学东西都在此地啊，发给大家，发出之后图表就送给老师看，这个资料可能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澳洲啊，我那个老笔记本里头的时候就这个图表，极乐世界跟明心见性，我是把它分裂成两个。老师在这里画一条线，画一个箭头，告诉我，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。啊，老师只给我补充加了这个箭头，这就对了，完整了。啊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目的是明心见性，在此地见不了心，明不了心，才要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完成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这对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戒定慧三学。无论哪个法门，包括净土，你要不走这个路子，未必能往生。啊，那么有很多根本不懂啊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念佛的这些阿公阿婆们，走的是瑞相稀有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但是他没有听过经。他不认识字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部经里头有讲到，凡是往生的人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，真往生了，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他有这个大善根。所以这一生当中念佛得到无量诸佛威神加持，他才能成就啊。无量诸佛我们很羡慕啊，怎么办？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供养无量诸佛，那我们到哪一生哪一切才能满这个愿？
华严经上有一句话，如果我们真懂了，就能得到安慰了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这句话真听懂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诸佛啊。为什么无量诸佛都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？所以你真诚心，有无量的心啊，真诚恭敬无量的无量心，心量扩大，一句佛号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诸佛。这个法门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只要老实念下去，你过去欠缺的善根福德，我在这一生当中能补足，甚至于的时候，一年就补足，一个月就补足。啊，为什么？时间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量劫就在一念，你一念真心就是无量劫。啊，所以这一些，这都是最高深的哲理。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念佛重要啊，分秒必争啊。你一秒钟不念佛，这一秒钟空过啊，损失太大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妄念，妄念都是六道。啊，妄念都是搞生死，错了。啊，这一念心取极乐世界，决定得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就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不能跟念佛法门比呀。我过去讲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！啊，这些大经大论呢，无法跟经宗相比啊！所以前年我85岁，清明节这一天。啊，我们想到这个社会乱了，人心坏了，灾难这么多，如何自度度他？唯一的办法就是专修净土，所以把华严放下了。啊，讲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，啊，但不是细讲。啊，从清明这一天开始，专讲黄念老的注解。啊，我也是报他的恩。他这个本子完成之后，大概第一步就送给我的。啊，第一步是油印的本子。我们知道油印，顶多只能印个几十套。几十部，他一部是4册，啊，再多人这都不清楚了，模糊了，啊，他到美国去带了一套，我相信一定是挑选到最好的这一套带到美国，啊，碰到我了，这一套就送给我了，我就问他有没有版权，啊，有版权就算了。没有版权，我说我替你翻译。他没有版权，还要我给他写序，啊，给他题字。我们在台湾印了10000册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他是没关系的外甥。夏莲居老居士的学生，我们李老师。是没关系居士的学生
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么个关系在。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，讲会集本的，在海外就是我一个人，在国内他一个，很少人知道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啊。认识之后，我每年会有两三次到北京，主要就是看他。啊，他把这个经啊弘扬的这桩事情。劝我来做，我答应他了。啊，我相信这部经汇集的非常圆满，没有瑕疵。可惜印光大师没有看见。啊，这个书汇集出来，印祖已经往生了。啊，如果印祖看见，一定非常赞叹。啊，过去几种汇集本都有瑕疵，啊，都找后人批评。连公用了10年时间。啊，初稿3年完成，每一次、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五种原译本的原文，不敢改动一个字，字字句句都有出处。啊，这个本子无疑本里头所不同的全收了，啊，重复的。选择再选择，啊，务必叫大家看到容易体会，容易明白，啊，非常难得，啊，再加上6、7年的核对，啊，校对，成为这样。完整的本子，我们有福报啊，能遇到啊！啊，老师是六行法师，啊，六行法师没出家之前是将军、中将，啊，在山东亲近夏老师。啊，他是夏老的学生，到台湾来，把这个本子带了几本带到台湾，啊，送给李老师。李老师一看前面那篇长序，啊，是他老师没关系写的，就特别亲切。啊，在台中讲过一遍，自己用毛笔。行楷做了一个眉柱，做得非常好。我过去讲的10遍都是用老师眉柱的本子。啊，那就我离开台中的时候，老师就把这个本子给我了。啊，我们把它红遍全世界了。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念佛往生的人，这些年不少啊。
啊，反对的人也不少。那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反对他的人很多，他做榜样给我们看的，那是来考验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这个法门认识清楚了，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，我们的愿心会不会改变，无非是考验这些啊，对我的考验尤其严重啊，我们要忍受。我向大家说了，全世界的人不相信，我相信。为什么？我相信老师，老师传给我的，我相信老师。你们跟我的老师没见过面，没亲近过他，所以老师也不会传给你。那如果我要不相信，改变了，我的罪名真成立了，被师叛道，那这个罪名真成立了啊！我说全天下人压迫我，我不会做被师叛道的事情，老师教给我的我一定依教奉行啊！只要我不动摇，就有不少人信心能够坚定住啊，哦，那我要一动摇，那对这个法门，对这部经典打击那就太大了啊，所以我决定不会做的啊，我活一天讲一天，讲到往生为止，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，告诉大家肯定这部经是一切经当中的第一经，一切法门里头第一法门，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真正能得度的就这部经啊，黄念老告诉我的，我相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来的，就是为了末法众生啊，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比不上前人，越往后越差。那么除这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得了啊！将来佛教的法门会变成佛学，就是变成一种知识啊，佛学的知识，没有人认真修行了啊！要真正续佛慧命，不能不重视戒律啊！今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？我们几乎看到全世界，在家学佛是善业道做不到，出家学佛，沙弥对于做不到。要问佛号为什么衰，就衰在这里。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；理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。过去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英国人说的，这是世界鼎鼎闻名的历史哲学家。他是世界权威，这个话没有人敢反对，但是
赞成的人几乎我也没看见。我两次访问伦敦啊，参观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这三个学校都有中文系啊，汉学系啊。那么就汉学这一方面呢，伦敦大学的办得最好啊，这三个学校都不错，是欧洲汉学中心。我跟这些同学们交流，跟他们教授举行座谈，我问他们，汤恩比博士说的话你们能相信吗？我说我不问别人，别人没有，不是专学汉学的，你们是专学汉学，他们读中国文言文，儒释道三教的这些经典，他研究这些，拿这些东西写博士论文啊，看中国古人的注解，我们真佩服啊，这现在中国找不到这个程度啊，他们完全没有中文的底蕴，中国文化底蕴，他能学得这么好。我问他们，你们的文言文学了多久？三年。不难呢。外国人学文言文三年，中国人学文言文顶多两年。这为什么不行？那么有信心，被文言文吓到了，不敢碰它。啊，真正肯学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两年一定成就。啊，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，要求我们背古文。啊，老师说，能背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；能够背100篇古文，你就能够写文言文。讲了不少遍了，我们这学生真正依教奉行的没有啊。啊，现在看起来认真学儒的、儒家经济的，大概就徐新民就是。啊，他用的功用的时间比我们多。啊，我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在经教上。啊，经教的利益，如果你真的去干，确实利苦得乐，利苦得乐这一点不要小看他了。真正利苦得乐，他生活快乐。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，你多自在。啊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顺境没有贪念，不生贪念；逆境不生嗔恚。戒定慧三学全在其中。啊，戒定慧要用在生活上，要用在工作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
何学何用，才是真的。啊，掌握到真实的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清净是界，平等是定，觉就是智慧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全都在提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界定慧，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法身。啊，清净是身，平等是经，是法，觉是佛，佛法身三宝啊，三学三宝，三会通通在其中。啊，这部经上就是教我们这些。啊，所以我们拔住啊，勤苦生死根本，这众生啊，真的对生死根本呢、啊，他勤苦在做啊，不肯停止啊，劝都劝不动啊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而且这些念头善少。过多从个人身心到整个世界都不离开念头啊！佛说一切法从心向生，念头端正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国泰民安。念头一错，落到贪嗔痴慢，啊，落到名闻利养，落到是非人我，自然就乱了。啊，世间第一大宝就是佛的经教，中国的四库全书，这是真正的宝啊，其他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得认真去学习，啊，四库的精华，唐太宗把它编成一部群书之要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智慧。啊，治学民国初年有一些学者编了一套国学之要，专门是讲做学问的治学的。群书之要是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是天下太平啊，国际之间和谐相处，平等对待，是说这个真有效果，所以汤恩比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！现代人解读错误，不敢批评他，也不敢反对他啊！所以要讲清楚，要讲明白啊，让大家在这个动乱的环境当中寻找一条出路啊，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
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